下一个节目是大侠别动手。英雄，小二啊，再拿壶酒。好嘞，二位大侠，上好的女儿红。高兄，你我二人不醉不归。哎呀，好酒。谢谢大侠。掌柜的，这大侠是真敞亮啊，江湖真好。哼，看到的都是表象，这江湖啊，上一秒是朋友，下一秒那就是敌人了啊。不可能吧。而且这些大侠都有一个毛病，一言不合呀他就高超，没想到你是这种人。是又怎么样，你我二人出去较量。哎，哼，这变得也太快了。这、哎呀，这死的也太快了。行了，我得买新碗去了。你这手也太快了，这大侠赏我的。啊，对了，屋子里面收拾收拾，门口再收拾收拾。哎呀，这一天呢，挣点钱，你说都买晚了。小二。哎。这桌还有人吗？人应该是没了。女侠稍等，我现在就帮您收拾一下啊。无妨。哎呀，不是无妨吗？小二，给我热一壶好酒，再来两副碗筷。行。吃个饭，你来的这么早啊？小二，哎，再来六副碗筷。啊，这么多人啊！快去。哎，好嘞。李掌门。别来无恙啊。我是该叫您朱副掌门还是该叫您师兄啊？二位，别，二位。换个座，你俩起这么大范儿，你这给我吓的。按辈分上来说的话，我是你的师兄，按资历来讲的话，我也有资格当这个掌门。女侠，别，你有意见？完全没有。没有意见你摔他干什么？年纪轻轻当了掌门，我服你，其他人服吗？不服让他们来找我呀。女侠，站。二位大侠，你俩拿着碗当标点符号用呢？年轻气盛，我喜欢你。那我接任掌门那天，你为什么没来？我受伤了。受伤？啊！受伤了，为什么不跟我说？你这脾气，他哪敢跟你说呀？无妨，我只不过是帮你消除了帮派里边反对你的声音呢。这，原来你刚才问的其他人服吗？是这个意思，师兄。伤在何处啊？就这胳膊。师兄，你这伤的还是轻啊？就现在这么一使劲儿还疼呢，这是为什么呀？甩的呗。那好胳膊也禁不住老这么甩呀。师兄，我敬你一碗。好。呀，哎呀，这怎么来了大半天了，桌上连个碗都没有啊？桌上那桌上的碗不都在地上呢吗？那地上的碗那不都是碎的吗？那不都是你俩摔的吗？行，小二，没碗了。你这么大个店，连个碗都没有。你啥？哎呀，今天好啊，碗店打折呀，买这么多碗。还是买少了。行了，小二，碗有了。碗是有了，但是二位大侠都来这么半天了，那不能光点碗不点菜呀。那就点碗饭。行，点点主食。一碗大米饭我请客。哎，那不行，我来。哎呀，行了，一碗大米饭死吧啥呀，太口了，这啥帮派呀，丐帮啊。师妹呀、啊、这帮派里边人多嘴杂的，哎，我认为眼下当务之急是不是应该要尽快的安抚人心呢？师兄，魔教势力猖獗，眼下当务之急应是尽快铲除魔教啊。你到底想不想当个好掌门？你到底想不想消灭魔教？你二位的一碗大米饭来了。小二，我问你，
你觉得当一个好掌门更重要，还是消灭魔教更重要？那肯定是消灭魔教更重要。什么啊？那当好掌门重要？什么啊？那消灭掌门什么？不是，你要消灭掌门？哎呀，不是，我的意思就是都重要。哎，既然你执意如此的话，师妹，师兄我愿意帮你铲除魔教。啊，多谢师兄。妈呀，那你俩刚才犟啥呢？啊，快吃这一碗大米饭吧，一会儿都凉了。大米饭啊。喂，师妹，你还记不记得你手插饭里了？我当然记得。你也插里了？那年我流离失所，饥肠辘辘，是师兄收留了我，给你做了这一碗大米饭。我不恶心了你俩？更恶心了。师妹呀，我记得你当时，我当时呢，颤颤巍巍的接过碗，二位大侠，吧唧一声把碗给摔碎了。你当时太虚弱了，不行了，我当时太害怕了，我现在更害怕了。可师兄非但没有责怪我，反而也摔碎了一个碗，怕我自责呀？怎么可能会怪你呢？是你不过就是一个碗罢了。哎呀，怎么了？受伤了？怎么受伤了？你摔碗给他崩的呀！啊！哎呀，这坏碗，坏碗，坏碗！哎呀，坏师兄，坏师兄，坏师兄！你们这群坏碗！你们两个来之前，他们都是好碗呐。找了好几家客栈，总算在这儿看见你们了。魔教教主？魔教？师妹小心，今天只要除掉你俩，我就离统一江湖更近一步了。谁若敢动我掌门，就和这饭碗一样。不行，不行，不行。谁若敢动我师兄，就如同这酒坛一样。你是你们打架就打架，摔他东西干什么？啊，好善良的魔教。少废话啊。哎呀妈，慢点啊。哎呀，让你俩别乱摔，别扎脚了。小二，哎，扫把给我。哦哦，好。一样举。我的帽子，偷袭！柳麦三剑。我的本子、柜子、坛子。哎呀，我还有厨子。你们怎么能伤及无辜呢？把他店都给砸了，有种出去打。大魔头。出去打就出去打。师妹，不可上当，他们魔教阴险狡诈，你忘了上一次六脉神剑？对对啊，你的碗。小二，收好你的碗。谢谢。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？请讲。我可以加入魔教吗？我考虑考虑吧。哦，谢谢啊。以阳直，小二小心。哎呀，打啊！师兄，你我二人今日算是重创了魔教。师妹，你我二人不可恋战，他们魔教的援兵随时会赶到。撤，走。伤了我魔教教主，就想走？教主，我们该如何处置他们呀？今天我要让他们两个在这儿收拾干净。收拾干净，收拾干净。哇，打桌子，老弟，笑着他，我爱魔教。
教主，抓着手下来迟，走地是。哎，修门，教主收了我，哎，不是，你别也快快请起，肯定不行，我让你快快请起，你收我，你收我，这我脚不是那么好进的，你你手脚你麻利。如此电影。张导，这次能跟您合作简直太高兴了。我也特别高兴跟你合作。刘新鹏，刘新鹏，我关注你很久了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演员，就是缺乏机会啊。我一定好好把握这次机会。这次我要拍的是一个创新、独特、先锋，甚至有可能成为电影行业里程碑一样的作品。我太想参与这样的作品了。拍摄的内容非常的经典，意大利黑手党的故事。导演，我们准备好了。导演，这两位是跟您搭戏的演员金老师、陈老师，这是刘老师。哎，你好，幸会幸会。准备好了是吧？那咱们抓紧时间。好嘞。各部门准备，开工了。第一场婚礼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等一下，来卡。啊，怎么了？刘老师，导演啊，那个我不太懂啊，我想问一下，两位老师刚才为什么要鞠躬啊？咱不应该向观众表示尊重吗？没有观众啊，那咱们拍电影给谁看呢？观众，你看，所以要尊重嘛。哎，尊重电影艺术是一个好演员的基本操守。哎，来，那咱们抓紧啊。来，老师，三二一，开始。今天是我儿子的婚礼，没错。来了很多的客人，那是。有政界的，有商界的，有，他们都是我的朋友，错不了。你曾经也是我的朋友。对，我呀。好，哎，等会儿过，导演。哎，等一会儿，稍微等一会儿再过。啊，那个，您没觉得刚才台词有点不大对劲吗？啊，你台词说错了吗？没有，导演没说错。导演啊，刚才两位老师好像捧哏了。啊？他们给黑手党老大捧哏了。老师，是这么个情况，您刚才说台词的时候，话与话之间的空隙太大了。对。我们通过我们的语言把些缝隙给补上，观众听起来更流畅。两位是这样啊，如果在说台词的过程当中没有气口，没有停顿，那不就没节奏了吗？那怎么能没节奏呢？这样，金老师，你做个示范。好，您听我这个，你看看。今天呢是我儿子的婚礼，我请了很多的朋友，我请的有政界的、商界的、政界的、商界的、文艺界的、体育界的、金融界的、地产界的，他们都是我的朋友。你曾经也是我的朋友，这正是四海之内皆朋友。我请大家喝喜酒。好。老师，哎，有气口吗？没有。有节奏吗？有。这不就完了吗？这个是贯口啊，那不就成相声了吗？不是，这怎么能是相声呢？这都是相声啊。刘老师，咱们在拍电影就不讨论那个传统艺术了，对吧？对，刚才这一场啊非常有新意。哦，过，谢谢大家。下台鞠躬了，导演。当然要鞠躬了，拍完一场你看现场工作人员多辛苦啊。来，辛苦各位啊，下一场准备。不是，导演，谢谢。大伙儿捧场啊，再给您拍这么一个。哎，来，返场了，导演，他们返场。要拍下一场，当然要返场了。来，下一场准备啊，葬礼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今天呢，是我儿子的葬礼，赶上了。维克多，在。今天的悼词就由你来替我念吧。我，
你是我的义子，这样念起来才有意义呀。是。尊敬的各位来宾们，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今儿来的朋友们不少，您在座呀不是外人，都是我们黑手党的衣食父母。所以啊，我给您说一段单口的悼词。停一下吧，刘老师，停！刘老师，演员进入创作，咱就不打断。导演，对，我现在一点情绪都没有了。啊、谁能给我解释解释什么叫做单口悼词啊？这是一种雅称，单就是一、哎、一个人说了悼词，单口悼词。对呀、啊，悼词总不能两个人说吧？对，那不就对口悼词吗？你说什么？对口悼词。咱们是拍电影，我这么好的创意怎么不早说呢？哎，我觉得太有创意了，醍醐灌顶。我觉得咱可以试一试，试试导演，可以了，是可以。注意啊，刘老师有一个全新的想法，对口到我来，录音收音来。哎，两位，录音穿帮了，这儿呢，穿帮，这儿呢，穿帮。好，这不就相声的立麦吗？这个。场地打板，下面请欣赏对口悼词，表演者金飞、陈曦。放手了！哎呀，我舒适区啊，这个。您看这个对口悼词啊，我还真没说过呢，多新鲜的！您原来说过吗？我没有。哦，您说过，我也没说过，什么毛病这是？要说我们老大今儿这心情啊，好有一比，比作何来呢？好比是狗熊钻烟囱，这话怎么讲？太难过了，你瞧瞧，对少爷的思念呢？啊，那叫大象打嗝，这是好想好想，都什么俏皮话啊？行了，您说完了，该我说两句了。您先等会儿，您先等会儿吧。干嘛这是？哪儿你就说两句啊？轮得上你说吗？呀。你这叫一个人拜把子，你算老几呀？一人拜把子，我算老大，我还老大呢。我老大，我老大，我老大，我老大。你要干嘛？我才是老大。哪儿你叫老大？什么老大？我俩是什么老大？我俩不是。你歇一会儿吧，你。我真哎，谢谢大家。哎，刘老，不是，这刚。对口悼词的创意太棒了，我都没想到电影还可以这么拍。我也想不到啊，刘老师，你可太懂电影了，我是太懂相声了。制片给刘老师加鸡腿。哎呀，不是鸡腿的事儿，导演。哦，不加了，来，注意啊，最后一场，反目成仇，来，三二一，开始。维克多，你是我的义子啊！你现在竟敢拿枪盯着我，你什么意思？哼，弄死你，知道吗？就弄死你！我当老大还问呢，这不缺心眼吗？这不是？杀了我又有什么用呢？啊！你们两个应该掏枪杀死对方，剩下的那一个才能成为新的老大呀！怎么样？哦，你敢拿枪对着我？机会来了，我也不想错过呀。你没子弹，你不也没有吗？我看不一定吧。哎，快板，拿枪。岁月不要僵，标一标意大利的黑手党。说这一天，黑手党来到了维多利亚港。老大抬头这么一看，耶，一群人站在了路当阳。你要问他是哪一个，他们就是 FBI 还带着枪。什么？老大的抬头这么一想，心里头不住的暗思量，
这帮家伙可不挠，这帮家伙本领强。你想一想，今天咱要是带人来硬闯，嗯，咦，准给我抓进了大牢房，准给我抓进了大牢房啊！讲了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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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讲，到你要干什么？哎呀，我表弟是。不一般，说学逗唱全都站船。走，导演瞎导，你们俩瞎眼啊，就像进了精神病院。